二号、四号，能反过来吗？能反过来吗？他能反过来吗？他不让我反过来、欸，所以我能赚钱都怪怪的。我预测冠亚军二号、四号啊，随便啦，随便了啦，随便了啦。好啦，返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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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赌完，把这些钱赌完嘛。哦，比赛开始。啊，来了，来了。哦吼，赔光光就赔光光哦，钱就是拿来花的，不然放在这边干嘛？哦吼，冲哦！三号怎么冲那么快啦？这个有点不太寻常哎、欸，有点不太寻常。五号已经消失在荧幕之外了。哎呦呦，后来居上的趋势哦。呜呼呼，还是三号第一名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结果三四一二五。哎呦，冠亚军三号四号。看一下冠亚军画面。哦，三号四号。我赌了二号四号，所以没有中。为什么我有中一个四号啊？不是应该也要给我一点钱吗？他好怪哦，他好怪哦。好啦啦啦，再来再来再来啊！啊，放着也不会生利息，没错。我还有28块把它赌完、嗯。我有中一个四号，所以没有一点钱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全中才会得钱哦。可是刚刚我不是有中一个，他也得我钱哦。好奇怪哦，好奇怪哦。预测冠军，这一次大家都很接近呢，赔率都很接近呢，最低的只有4.5而已。赔率很接近呢、我不知道能不能养自己的狼然后来参加比赛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能用自己的狼来参加比赛吗？我赌在，我看一下，我现在要看他们的耐力和速度了啦，要开始看了好不好？耐力 50%， 速度 71%， 耐力 2%、你一定会跑到没力的，我绝对不要赌你。这个什么速度 68， 耐力 15， 我决定要赌在这一支啊。我觉得这一支有冠军相，好不好？再继续购买，然后预测冠亚军，然后预测4号和5号，4号和5号这个组合，4号5号有，也是等于赌5块。继续比赛开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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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呜呼，冲了冲！五号第一啊！一号真是看走眼，一号不行了，一号不行了，一号快要不行了，四号五号赶快冲哦，赶快冲！我们的耐力惊人，冲！五号第一名，四号，四号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四号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太让我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。没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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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中啊，没中，什么都没中，脱离，脱离啊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你这个四号太让我失望了，亏我这么看好你，想不到是一号，一号杀出了程咬金，一号啊，一号真是看走眼，再来看啊，我们再来看狗，耐力一，耐力61，61，耐力32，这个有希望哦。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没有，我决定速度耐力25，我决定赌这一只啊，赌这一个，赌这一个，噔噔噔啊，继续购买啊，冠亚军预测，这个赔率2点，我觉得这一个啦，二号三号会拿冠军，好不好？二号三号，他速度够快，可是耐力不足哎。摇晃20什么东西？总和81，摇晃20是跑得特别摇吗？就赌这个啦，就赌这一只哦。二号三号走，开始比赛，我们快要把钱花完了。喂，冲哦！哎呦，二号三号，真的是二号三号，二号三号正在往前。四号紧追在后。三号跑到第一位哦，三号越来越快哦，看来三号是冠军没问题哦，二号你不要输给一号啊，好刺激哦，有中吗？有中吗？三二一四五，我中了，
我中了，我中了赔率 3.25。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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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终于中了，终于中了。哦，赚到16点。赚到16点了。我们又可以继续赌了。又可以继续赌了，有没有？这样下去没完没了，欸，这样赌不完啊。这样赌不完啊。冠军预测啦，再预测一下好不好？50-50，速度50，耐力50，速度58，耐力50，这个不好，耐力这么少绝对不会够。哎呦，这难怪赔率这么高，难怪赔率这么低啊 ，1.33 而已。这一只哎，速度64，耐力17，速度62，耐力22，要么也是要赌这一只啊，还有运气加成哎，追逐30。好啦，我们赌5号啦，我觉得5号会冠军啦，5号啦，5号等你啊，5号会冠军，嗯，然后我这个冠亚军预测，我要预测4号5号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不喜欢3号，我要赌4号5号，我不喜欢3号，哇，噔噔噔噔噔，确认购买，比赛开始，噔 ，Let's go。哦，冲出去了，冲出去了！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五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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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三号跑在第一位，跑在第一位，哇、哦！五号紧接在后，哇、哦！三号努力的往前冲，哇、哦！看来我不喜欢的那一只狗跑特别的快，特别的气人，有没有？五号紧追在后，五号紧追在后，有没有机会超前呢？啊，没有，太失败了，太失败了，5314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太让我失望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都没中，都没有中。好了，脱离画面了，都没有中啊，又都赔给他了，快要赌完了，快要赌完喽，我们快要赌完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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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冠军预测，我觉得他这个赔率都是中赔率比较那个的，他都没有一些意外，没有意外，赌起来都不刺激，没有意外，赌起来都不刺激。哎，这个一号不错，我赌一号。我不喜欢赌热门的，热门的中了也中了就中了，没有热门的本来就会中，有没有？所以就觉得哦中了哦本来就会赢嘛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要赌冷门嘛，中了才有快感，所以都不想去赌那个很热门的。他是说什么5号最热门，所以5151254赔率都很好。好啦，看来就是5啦，我那个冠亚军预测就预测比较正常的，比较正常的。这个赔率啊，赌这个。好啦，把这个钱全部赌完。确认比赛开始，我剩最后4点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哦哦，一号冲来第一个！哦，五号后来居上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四号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四号是怎么了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四号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冷门嘛，他是吃药。哎，四号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四号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四号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赔率 4.88 的四号，谁知道他会得冠军呢、啊？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花生虾米逮鸡？这就是冷门啊，冷门的出现了啦，冷门四号嗑药了，对不对？忽然就这样往前跑，要求验尿是不是？噔噔噔噔，刚刚那个四号是有运气成分特别多吗？不然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令人匪夷所思啊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好了，我们赌这个了，这个赔率有赌跟没赌一样，赌两点，继续赌。我现在也只有两点可以赌了，冠亚军预测，赌这个四倍，这个是多几倍？三点多倍，这个耐力好了，赌这个好了。
咚嘟嘟，嘿，最后了，哎，没有了，没钱了，啊，全部赌完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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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逐是不是？哎呦，四号第一，四号第一，现在目前四号跑在第一位，四号目前跑在第一位，哦，一号暴走了，一号暴走了，一号暴走的往前冲，哦，一号不知道为什么又暴走了，哦，最近常常有冷门马忽然的往前冲，哦，哦，一号忽然暴走了跑到第一位，四号紧追在后。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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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一号一三四二，哎呦，冠军一号7.8倍，赌冷门的是不是？要禁赌一些冷门的是不是？赌到后面好像越来越出现冷门喽，哦，脱离脱离，哦，没有钱了，耶，即将结束，我们终于赌完了，一号要嗑药了，啊，这就是事实，就告诉我们。不要乱烂赌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会暴走，欸，就是纯粹运气嘛，对不对？这就纯粹运气，是不是？等级一，我还有100点呢，我把轻公司赌完了，我还有银公司可以赌啊，把轻公司赌完，还有银公司可以赌啊。刚刚我看他的七号也那个运气也没有很高，欸，运气9，追逐54。追逐10，所以要看总和是不是？总和82，追逐3，他不用追逐啊，他一开始就跑在最前面，他干嘛追逐？这个总和54，追逐43，我其实还搞不清楚追逐有什么作用。欸，还赌？还有啊，还有100点呢，不赌完，不赌完留在这干嘛？对不对？不赌完没事做哦，赌三号是不是？嗯，赌三号。赌三号可以赌四号啊，赌三号运气最多是不是？还不会摇晃，欸，不会摇晃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我根本就不懂摇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继续购买冠亚军运测，好啦，随便赌啦，随便赌啦，这个有3倍，欸，好啦，就赌这个好啦，赌赔率最小啦，3倍其实赔率已经很高了。开始比赛，开始比赛，哦吼，哟，走咯。其实赌冠亚军很不容易中，欸，冠亚军的几率这么低，很不容易中。哎呦，一号，一号第一，欸，一号跑在前面。哦，刚才谁叫我赌三号的？有人叫我赌三号吗？啊，赌四号还最后一名呢，欸，哦，四号还最后嘞，哇，还好没有赌四号，我绝对不要听你们的。五一啊，五一第一名，冠军第五名。哎，没有，没有出现爆冷门画面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赌爆冷门，有没有？赌他会爆冷门，进入下一场。这是什么什么游戏？游戏可以看标题，我这次有改标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要赌冷门，冷门牌，运气二，追逐二啊，这个没绝对不会冷门，绝对不会。这个哎，追逐12，运气12，耐力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有希望哦，这个哦，就赌这一只了，赌三号。我们现在只赌冠军啦，那1/5会中嘛，对不对？比赛开始，比赛开始。噔噔噔，我想要把钱赌完哦，反正放在这也没有用。一号第一，一号第一，一号第一哦，紧追在号是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四号。我赌的是什么？我赌的是三号，三号你怎么走这么慢？三号你行不行啊？哎呦呦，三号，三号现在已经哦哦哦，我说他不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跑到第三位了。然后看来四号第一名了，要选追逐速度和耐力都高的，我可不可以自己养一只狗啊？这么麻烦，这个1.15倍的，中了也没有感觉，赌5块钱中了1.15倍，然后他再还我5块，那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没意义。所以我们不要赌那个赔率接近一的那个，都不要赌。赔率接近一，赌了跟没赌一样。哇，这个有44倍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特别烂，所以赔率特别低，是不是44倍？看一下哦，哦，噔噔噔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只了啦。看一下这一只有没有特别强，耐力5，啊，你已经跑一跑就没力了。我要赌这一只，我要赌一号。我每次都说他跑一跑就没力了，那个跑道又不没有很长，
跑道又没有多长。好了。